情侣升温小游戏。哎，小样，你信不信我能把这团纸变没？我才不信呢。那你跟我一起做。有人提议用血瓶整蛊，开干！哎，宝宝宝宝，你头怎么流血了？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我先找东西给你擦一下啊！哎，过去吧。你快用这个擦一下。我操！当疫情开放后。你们怎么都阳啦？是不是背着我出去玩啦 ？Later。切！切！完了完了，我肯定是阳了。哎呀，头也疼了，身体也不对劲儿了，我可能不行了。你趁年轻，你再找一个吧。哦，那你去帮我跟你那个长腿闺蜜说说。去死吧！都跟你说了没事儿。圣诞、跨年、春节，不行了，来不及了。小心，我现在去你家，快让我也养。我的极品女友，你们还没逛完吗？我都饿了。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回来晚了，快吃吧。支付宝到账1万元，我的男人就要当大哥，去多刷点。Just begun, you got me jumping like...什么是女朋友？她说我爱你。你干什么呀？我打游戏呢，你走开。她说信任你。我信你个鬼啊！没再往里面加东西了吗？她说我想你。别闹了，我想吃夜宵了，你快点给我下楼买去。她说我错了。别闹了，我错什么了？明明就是你的错。她说晚安。林娜娜，我又饿了，你起来给我做吃的吧。原来这就是女朋友爱了。当你意识到你才是恋爱关系中的男人时，林娜娜，来看电影啦。看什么？刚出的喜剧片，咱们看看。好啊。2000 years。啊！你做什么啊？不是喜剧片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吓人啊。给我下来！有一天晚上，梦一场。男友的家庭地位。看什么看？去洗点水果给我吃。游戏和你当然是选你啦，打游戏会输，打你不会。不说了，该我上场表演了。
乖。当我翻看女友与她闺蜜的聊天记录，林浪浪，你给我开门啊！给我等着！叮当当，叮当，叮铃，叮当当当，叮。兄弟们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小妖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你们就准备好截图吧。什么？要我露脸？哪有这么简单？除非你给大家表演一个倒立喝水，这也行。这下可以了吧？我要跟你一起拍同框情侣照。等等等等，你再穿个女仆装给我的粉丝看。女仆装？啊！那为了粉丝，我拼了！这回总可以了吧？适合穿女服装了，正片开始了。点赞过20万，你就拿掉特效。小耀，小耀，快救救我！厕所没纸了。来了来了，给你给。轮到我整你了吧？嗯，咋的了？不好用啊？气得你给我筷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还有。不是，这又咋的了？我要的是吸管。你快点呀，快点呀！啊，给你，就你还想等我？炸！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女友的破防瞬间。别刷了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啊？什么游戏啊？你刷到一个美女，我就给你个大逼的。我不玩不玩，这多没意思啊！必须刷。行吧行吧，这第一个是人家分享的，我就不算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说的 ，yes， 女朋友听到了。艳艳，我玩累了，先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哈。他挺到底，你就是玩的太菜了。我弟弟来了，玩的都比你好。你爱跟谁玩跟谁玩，反正我不要跟你一起。亲爱的，我吃饱了，先去洗碗了。他挺到底。你做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么难吃，我一口也吃不下了。给你洗碗已经很好了。小耀，小耀，你看那边有好多小动物，我过去看看都有什么。他挺到底。陪你逛街还不如去陪动物，你连动物都不如，就是不想和你一起走。萌言挑战。李浪浪，我们玩个游戏。叮叮叮，你要。